そうぜ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没关系。夫子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也许昨晚没睡好吧。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要去打仗了？嗯，没想到刚离开五香营就参与这么大的战役，想想还挺激动的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？我去了，也许你们就不用打这场仗了。你不是说万事皆由天定，不会敢于战局？我去看看大家。真的是去看大家吗？是去看你的。我要看着你，守护你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我不需要你守护。云牧阳和莲漪已经去了凌迟。地宫需要有人留守，你这么厉害，留在这里最合适了。你训练了我这么久，我想凭自己的本事做些事情。再说咱们还有小蜘蛛啊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用小蜘蛛联系你。好吧。不过除了小蜘蛛，你还要再带上这个。乾坤带。哼，我都忘记有它了。你不是说这是诡计，是作弊吗？真正的战场上，有了危险，难道你要白白等死？这是我说的话，你全记得。既然你已经改掉了过去种种坏毛病，自然可以做回那个义字当头的风儒者。嗯，凡事不能逞强。嗯，我在你的乾坤袋里放了急救药。嗯，你心脉受损，上次在凌渊台的幻境里挺过来，已经算是侥幸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？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，我们相隔千里，我怕我的灵力。你是没有睡好。我没睡好觉的时候呢，连射箭都不会准的，不要担心了。好吧，替我照顾好你自己，平安归来。你说这么多，还不如……上次不是已经亲过了吗？上次那都不能算的。